这年头啊，都是老的巴结小的。现在当妈妈，天生就是对的，像上一辈子欠的。哎，过来。给。怎么还我求你吃啊？求也不吃，一辈子都不吃你做的饭。八字算命术，雅称八字命理，是基于生辰八字推算的一门占卜术，向大家推荐一位研究八字命理21年的道长，擅长八字算命、居家风水布局、灵符法师。道长微信：2088-2688。少来讨好人家！我这不是该你的吗？你是我妈行不？我不讨好你行吗？看，接着吃。怎么了？可能是因为风量太大，胃特别不舒服。哦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大姐啊送来两箱苹果，让李琼下班的时候开车顺道交回去。李琼已经不开车了。啊？嗯，不开出租了？对呀。那她干什么了？学外语啊。哦，要出国啊？对，出国离你远远的，什么都看不惯。哎呀，这中国话还没学好呢，这是学外国话。我告诉你啊，有能耐呀、啊、到哪儿都能干活，没能耐呀、啊、就别说到外国了，就是到外星也是白搭。那您就是瞧不起人。是的，我跟您说，等3年以后，李琼在外企当上高管，我看你。我想着，哎，我说，他不干活挣钱，全靠你养活啊？对啊，我养。白天呢，我上班；到了晚上呢，我就去给别人做业余辅导。我一心一意让李琼学外语，哼，得让他学死样了给您看看。怪不得你瘦得跟排骨似的，担心你让他混出个样来是为了给我看的。对呀、啊、就是给您看的，还给大姐和二姐。二姐夫大姐夫看。哎，用李晴的话来说，就是他也不是白吃当饭的。这日子是给自己过的，不是给别人看的。我为什么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啊？你混呢。好了，不说了，从明天开始啊，中饭晚饭我做好了给你们送了。不用了，我自己真的会做。你会做什么呀？我闲着也是闲着，全当溜达了。是啊。哦，我走了。还是妈最好。
还是给老公送一次让他尝尝，顺便来个突然袭击，看他是不是在好好学习。